所以你们都敢讲说你们花的心思在小孩身上有超越那个私幼节吗？结果小朋友现在四岁，那大概在三岁的时候就是要戒尿布的期间，那我还甚至于听到长辈会有一点那种揶揄的方式说，哎呦，我家的小孩我一岁多就给他尿布拿起来，太小了，我跟你讲，就说他马上就学会了，就不用穿尿布了。我就是想，对，没错，尿布我也很心疼。我一次双胞胎，我每次去那个药房拿尿布，我都是可以拿最大的玩具的那种，因为我都拿超多包。我也心疼尿布钱，可是戒尿布这件事情对小朋友来说是一种对，摸触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那种贴身的那种感觉。那当然长辈他们完全不懂这些，所以去年有一天我还记得是夏天，我在跟我们家哥哥对峙，我说你只要愿意去坐在马桶上一下下妈妈就好了，我没有要你在上面尿尿，他就死都不愿意，从一开始还愿意对话，然后后来跟我一起进到厕所的时候，我们俩就对看哦，他那时候才三岁哦，对看着对峙，然后甚至于我第一次感受到他瞪我，哎，我就是我那个感受深到我跟他出来之后，我写了一篇文章给自己留作纪念。我说我的宝宝，我从小对他这么好，可是他在三岁的时候第一次瞪我，然后而且我们在厕所一个小时也都不成功，他就是不愿意去做。他一小时都在瞪你吗？对，他就是不时瞪我，然后有一点流泪，然后他是不是很有点气他？你为什么要逼他做这件事？对，当然是他就是现在还不愿意，但我真的就是好说歹说，我也从头到尾没有凶。对是这一个小时，结果很神奇的事情是他隔天放学幼幼班放学回来之后，哦，我还少讲一个，当天晚上他跟我们的保姆说 I don't like mommy， I don't like mommy，然后保姆告诉你，对，保姆隔天告诉我，他从来都是 I love mommy， mommy I love you， 但是他那天晚上竟然跟保姆说 I don't like mommy， I don't want to see her。 结果隔天他幼幼班放学回来，他在电梯里跟我说，妈妈，我等一下要去马桶尿尿。我当下真的感动到快要哭出来了，就是发生在这个事件的隔一天，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你花在小朋友身上的一些时间，他会突然在某一个点秀给你看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些一切都是有价值。可是当时他说那个 I don't love mommy， 你有没有很伤心？我很有感觉，我不至于到很伤心，毕竟他才三岁，我觉得他也不懂什么叫做 I don't like mommy。可是的确会觉得哇，三岁的小孩他就已经知道有明确的爱恨，对，爱恨很明显，然后他知道他你这样让他很不开心，然后他也知道用眼神告诉你。我觉得小孩的心理太神奇了，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懂。我现在一直看我女儿，我真你不要觉得我又在蹭哦，因为我一直看我女儿，我一直觉得她好像以前的徐老三哦，因为你以前就是拍蛮多她的一些古灵精怪的影片，都是她自己突然就会蹦出来的。那我女儿也是这样子，哎，她就是天生邪心，都会给我搞一些有的没有的。然后你知道以前的我对小孩真的还好，因为我永远记得伟如他儿子第一次看到我，他就说你好丑哦。那我心想说你写的公杀死，然后后来之后他就是，然后我就说。我还是要假装小，像我们玩游戏啊，然后就是有那种小朋友那种射飞镖，可是安全飞镖那个，他就说好啊，然后他就一直射我的脸，我就心想说小孩怎么这么讨人厌啊。然后后来当你有自己的小孩的时候，我女儿也蛮白目的，就在前几天不久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都会一起洗澡，然后一起睡觉，我们就会做很多事情，然后他就突然间跟我讲说，他就这样子哦，妈妈，他就说好大哦，这打你哪？打我的奶，他就说妈妈这个好大哦，我就说你以后也会这么大，可是真的好大哦，然后我就说你以后也会，但是这里也好大，我的肚子，对，我就觉得他很失礼，然后我说那是以前装你，装完你才变那么大，然后我没有，这个我可以作证，不要乱讲话，小孩头大，我以前都很大，然后又说妈妈。弟弟吗？我说没有弟弟。他说有弟弟。我说没有。然后他就说好大。可是我都没有扁他，我还是笑笑跟他说没有啊，怎么会好大？什么？就是如果以前的话，应该我就会把这个人就是捏他。对，但是我说没有，而且我女儿就是我那时候好开心的，就是有一次我女儿她就是看我，她就跟我讲说妈妈好可爱，我好开心。然后我才发现不对，那个我她说我好可爱的时候是我正在敷面膜，因为看不到我。然后说我好可爱，对，她是这样子，妈妈你好可爱啊。你刚刚说妈妈怎样？妈妈。你说我家好可爱啊，因为他看不到我啊。
是吗？爱你妈妈好可爱，爱你的妈妈好可爱啊。那你更可爱耶，因为你是我生的，你是最可爱的哟。七个 kiss。后来我才发现，他说我可爱，是因为我贴了面膜。长那么大。对对，可爱哦。对，然后心会融化哎。对啊，就是现在，我尽量也，我几乎也都是自己在带他，因为我觉得其实跟小孩的共处时光真的非常重要。你要了解他，因为他其实每一天都不一样，每一天都在改变，每一天都在成长。然后他的喜欢什么的，其实我都会尽可能的去满足他，也在其实你看他就跟你的徐老三很像，他就是他怪里怪气的，你看他拍照是这样子，然后吃热狗还比赞，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，然后以前我是追星族嘛，然后现在变成我要帮他追星，就是他很喜欢的一些，例如像这个碰碰狐啦，然后佩佩猪啦，然后 Polly 啦，然后很多的卡通，然后我就会拜托香蕉哥哥、草莓姐姐，什么时候他们要来东森悠悠台的时候跟我说，我就要带着他然后来看他们录影，然后他会自己去跟跳舞，然后他就变成我要带着他去追星这样，然后我会固定，我就是两个礼拜会带他去一个，就是去玩，就是像游乐，特别是台北那个儿童新乐园，对，或者是去看水族馆啊，或者是现在很多儿童主题饭店，然后让他去体验，我就是会固定大概半个月一次，半个月一次。我希望未来他能够看到很多他小时候妈妈带过他去哪些地方。然后刚刚那个是我送他圣诞节礼物的时候，那妈妈要去拿礼物给你了吗？好，你要期待，然后我完全就变一个人，专属，哇塞，太大了吧！喜欢吗？好大，你真的喜欢吗？有没有很舒服？好爽啊！这个很难清洗耶。这是小沙发吧？对，就是他喜欢。而且你抱错了，你抱错了。啊，这个王椅，你的椅子属于你的椅子了。对，就是对，我就是送，这是我今年送给他的圣诞节礼物。所以你每送的玩具都是很大型的吗？其实我有点夸张，是因为像他喜欢佩佩猪，我就会把他佩佩猪的东西就全部整套，然后 Polly 就整套，然后汪汪队就整套，然后什么就整套。但其实我觉得有点太过了，我最近有在反省自己，是哇塞，你真的太多了，什么？他喜欢的，因为那个 baby 说嘟嘟啊，然后跟就是他喜欢的东西。现在会比较花少一点钱在自己身上。对，我现在真的会变成钱都会花在小朋友身上，然后因为你会宁愿这些钱存下来，然后带他去看，和他一起看这个世界，然后和他一起玩这个世界。但是你知道我未雨绸缪多呢，因为我常遇到渣男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从以前我就很怕。不是从以前，从现在我就很怕我女儿以后会遇到不好的男生。然后我这样子看来看去，我就觉得，B two 应该还不错吧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让他跟 B two 的儿子就是娃娃亲，就是从小就可以开始。那是姐弟恋哎，哪有姐弟恋呐？ B two 的儿子比较大，毛吉比较大，是吗？三四，那差不多。我跟你一样啊。所以我就带他们相亲啦，有约会过了，有约会过了，你看。笑死 ，B two 也蛮帮忙 push 的，我觉得他也蛮想跟我变亲家，怎么没有？他好像直接拒绝，你看哪有哪有太敷衍了，哪有直接了？不要再自己讲了。你很蛮想跟我成为亲家的，所以你现在也抱着你女儿去骚扰 B two 的儿子，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因为现在 B two 的儿子现在已经不知道跑，他应该很多女朋友了，所以我现在都。比如跟什么都不差啥，到底不什么？然后因为反正我现在就会开始担心，其实妈妈好像
你知道明明就还那么小，我就会开始想说完蛋了，看，因为他现在会开始自己吃饭了，你就觉得哇，我不被需要了，因为你不用再一口一口喂了。然后他慢慢会做更多事情的时候，其实你开开心，但你又很强烈的失落感，然后你又会慢慢想到说，他去读书的时候，如果他会不会跟男同学手牵手，他会不会有女同学的好朋友，那他就不需要你了，那怎么办？那我的存在算什么？可是他是我的血脉耶，唯一的血脉耶。Oh my god！ 那时候我就，哇，好恐慌哦。像我现在就给自己打预防针，是反正儿子以后娶老婆就是老婆的，不要变成那种很恐怖的婆婆。现在就在告诉他才四岁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们都想很远的啦。那你身边有那个当妈妈的女性跟你抱怨什么事吗？可是我刚听出来，我就觉得妈妈真的好伟大，因为不觉得听这样下来，他们都忽略到自己了，其实都没有讲到妈妈自己这一路来身体状况怎样。像我自己，因为过三十嘛，身边就有很多姐妹陆陆续续当妈妈。那我有个姐妹呢，她以前是网拍 model， 然后有车展啊、电脑展，她就是一个九头身，然后辣妹。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呢，还是辣妈，因为她说她第一个小孩女儿是天使宝宝，一天睡20个小时，反正就吃饱睡，睡饱。也不哭，他就想到很好，我就一年生一个，趁年轻嘛，他就再生了第二个。但他老二呢，他就说他是恶魔宝宝，因为他老二真的很特别，就天生体弱多病，好带他出国他就肠胃炎，要去当地挂急诊，然后就是从小到大就是皮肤病啊，但最严重的是他小孩热痉挛，所以他没办法教他小孩。然后我这个女生朋友，她因为这样子，她就鬼剃头啊，然后每天一直看书要怎么样养小孩，然后小孩吃的东西她也想说看可不可以减缓他痉挛的次数，然后就每天做很多东西，用非常多的心思在他小孩身上，但他忽略他自己。因为我看到他的时候一次比一次憔悴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最近怎么会变这样？因为是姐妹嘛，大家都想说可以实话实说，他说没有，你看他的头上长了顶啊，就是那种啊，身上很痛，那个会变蜂窝性组织炎，对，他那个是天上毒素太多了。我说怎么会这样？你以前不是皮肤治好的吗？他说没有，我9天没有嗯嗯了。他说他因为他顾了小孩的那些宝宝粥什么的，他觉得很累，所以结束之后他自己都吃泡面、咸酥鸡。一方面是这个又咸又辣很有快感，那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叫外送很快。可是我说这样不行啦，因为女生不管男生女生，你只要这么多天没有嗯嗯顺畅的话，其实会有很多毒素排泄在身体里面。对，那像我们女生本来就有这个问题，然后又加上我自己只要是外景啊或出国，就很容易遇到这些问题，我就会跟他分享，然后我直接给他一包，他吃完回去私讯我说，哎，超有效。他说轰轰烈，没有到很可怕，他是说非常畅快，轰轰烈烈。然后刚刚因为我刚才化妆间也听到很多女生分享，就自己平常有这个困扰，我就带来现场给大家吃吃看，一定要吃。就是这个，它叫做酵素益生冻。然后我刚刚有发一人一条嘛，因为我先跟大家说，这个跟我渊源很深，它是我毕业的学校中山医学大学营养科的主任监制的，所以它非常的安心安全。然后再来，它叫酵素益生冻，是因为它很厉害，它里面有酵素跟益生菌的双效配方，所以我觉得刚好很适合像很忙的妈妈们，没办法顾到自己的健康，或者是外食族，有的时候点一堆外送，但是蔬果摄取都不均衡的话，就很适合用这个来补充外食族摄取不足的膳食纤维。而且它这样小小一包，但它里面其实有300亿的益生菌哦，300亿，真非常多。但不止，大家可以先吃吃看，它这里面有66种的蔬果酵素，就是你们想得到的蔬菜水果通通有哦，葡萄有，苹果、百香果有，苹果、百香果也有。火龙果也有，什么荔枝啊，什么大家爱吃的水果几乎通通都在里面，因为它有66种，所以吃起来好不好吃的？好吃的。因为它我自己其实很怕怪味，又像这一类型的食品，如果它有一些药味什么的就都不好。然后像刚刚大家怕的，虽然我用轰轰烈烈这个词好像有点激动，但其实不会。像现在吃进去之后，大家不用怕，现在不会去跑厕所，不会，应该是明天才会。对，我上次就是出国3天，然后我就忘记带它，可是出国3天。我就都没有嗯嗯嘛，嗯嗯不顺畅，我就回家之后下午吃了一包，吃了一包之后就去吃晚餐，追剧，差不多睡前的时候就有感觉了。但那个感觉你去上厕所的时候是很爽快的，因为像把穿了3天的马甲瞬间脱掉，哇，这种的轰轰是超级体内的宿便都排出来，对，是畅快的轰轰烈烈，所以如果你。
不会，他是温和的，一次就很好。对，因为我刚刚说了嘛，他这个其实是我们学校主任监制，所以你吃下去之后呢，完全不用担心，它是由内到外的调整你的身体，然后又加上有些人吃这一类型的食品都会怕说，哎，它会不会有抗药性？因为我最常听到女生朋友分享，就是前面两个礼拜很有感，但后面就没什么感觉，就停住了。这个不会，它是循环式由内到外去调整身体，就比较不会有这一类型的抗药性的问题。哎呦，而且你现在很好。你现在说的不行，你这个你拜托啊，什么嘛？而且其实我最近每天都吃火锅跟那个麻辣烫，陈依依，你还有腹肌耶？怎么回事啊？因为太冷了，所以就很爱吃锅物这类东西。可是我现在大概就是一天一包，然后不会怕一直跑厕所，它是会让你觉得很温和、很畅快、很轻松的。就刚好推荐给这些妈妈们很辛苦，或者是大家一天一条就可以了，不用很，但不要吃太多，因为我觉得它太好吃，大家会把它当做是真的，是真的蛮好吃的。不行，不要不要吃水果，对，一天一条就好了，就觉得很健康。然后饮食完全没在控制，还是要来，它是帮助嗯顺畅，它不是对，而且它有在运动啊，但就是会帮你身体的负担啊，然后或者是毒素啊，让它用很自然的方法去排掉，太棒了。以男生的角度去听到这些故事的分享，真的会觉得妈妈是很伟大的。你看妈妈以前是怎么样在过生活，我都什么都不管的。可是有了你之后呢，哎，我会为了你牺牲很多的事情。对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孝顺自己的妈妈。嗯。什么都聊，什么都不奇怪。哇，这句话好老派。嗯，快来订阅小姐不息地，记得分享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哦。小铃铛是我要讲。开启小铃铛哦，叮叮叮。